人气剧《真爱如血》男星乔·曼根尼罗近日来港宣传。来到香港的乔·曼根尼罗自曝，虽然还没有时间出去玩，但已尝试了许多小吃，更表示自己对香港早有好感。乔·曼根尼罗表示，是成龙的动作片《如警察故事》启发了他当演员，他也很喜欢看李连杰的《英雄》及周润发的《卧虎藏龙》。而他更说自己是个动漫迷，尤其最爱蝙蝠侠。Jackie Chan movies, police force especially. I would watch the movie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.